这个严重啊。最早就是在门口，那个时候因为这边是一个景区，啊，就是只是在外面门口炒炒盒饭。后来发现旅游人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这里本身有这样一个独特的这样一个自然环境，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说在这边选择了开这样一家餐厅。在我们这边消费的顾客的话，他不仅能够体验一个独特的一个岩洞餐厅的一个就餐环境，在就餐的同时可以欣赏到我们对面的相应的配套的也有一些娱乐的设施，包括三峡蹦极，那还有空中的那个吊绳，这一系列的项目的话给顾客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一种就餐体验。